拉开车门的那一刹那，里面的火光就冲出来的那种扑面而来。他当时看着心都碎了，说我的车子已经烧得完全毁了。过来拉他车门进去之后，在里面翻东西，但是也没有翻到什么东西。大概在3:18的时候，这个嫌疑人在里面就打火机点了根烟，接着动作他就让我们蛮诧异的，他就直接用火机把那边点着了。然后我们马上就展开调查，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又接着报警了，大概是早上6-7点钟，在一个城里面有辆面包车也烧了。